你要知道为什么现在人肝病特别多，就是因为你的肝脏你的胰脏经常会被你吓得要死。你要知道一种食物我们很熟悉的吃进去以后它就很安心的接纳它，一种食物我们从来没吃过而且很少吃的，你一进去肝脏就开始总动员了，因为它又是毒进来的，它就开始全力去排毒了，然后它就累得半死。所以你去看那些喜欢吃这个吃那个吃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身体都不会好，而且都死得很快，就是你跟自己过不去。当令的东西你吃的最安全，当地的东西你吃的最有用，你偏不要。所以你如果了解我们老祖宗的苦心，他告诉你一切顺乎自然。